里面，它不吃，放个四五天也不会死，知道吧？死掉以后它也不会吃的，因为它咬不动，根本放那种小的，就是一口一个，它直接吞的，知道吧？刚到家过渡个三五天，直接就。所以水的话浅一点就行了，正常这样放进去，不要去观察它自己饿了自己就会吃。